这个是 GPD Pocket 3连接 GPD G1 的那个显卡坞，然后再加了两个小的蓝牙音箱，一个手柄，一个鼠标，然后用来尝试一下打这个商业游戏。我今日讲无几句就拍落，平常时咱的时间是无行的，喊你今日听你咧放风吹，我欣赏你愈来愈稳，天大的代志。总体来看啊，就是这个GPT 加这个显卡坞啊，能够玩一些就是现在市面上的一些3A 大游戏，还是比较香的啊，抛开价格因素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本呢，最好还是接一个那个外接显示器啊，因为你这个字实在是太小了。根本基本上有些游戏根本看不到字，挺费劲的。总体来说还行吧。